我这里好不光哦。等一下，我看看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！哦，你人要往后一点，对，躲过这个光就好了。在哪躺奇怪的地方？我躺烂了，奇怪的地方。乌龟没有宝宝，趁机吃豆腐。宝宝有充电器。咖啡喝饮料，你那么想看喝饮料吗？还没吃花椒，脚好像在吃勾起来。哎呀，我妆都化了，你看我的妆都化了，妆都化了，要我怎么记得？你看我不就好了吗？喝饮料就这么重要吗？你看我的眼影都掉了，今天丑丑的。今天丑丑的就来给你们直播，看我多敬业。别说了，喝这个，喝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挺好喝的。真的吗？这个是里面最好喝的一个，你尝尝。我有没有给你们讲过一个故事？太硬了，可是我有我的妹妹。这是什么？再给你两个。我有一次陪我妹妹去看电影嘛，然后他就买了一瓶尖叫放在我这儿，然后看电影看到一半，他对着我说尖叫，我们在看哈利波特，他对我说尖叫，我说什么尖叫，然后我你开了吗？里面有那个，然后我就说，他就对着我说尖叫尖叫，我想了半天，我就说啊，你真的尖叫，我就啊，我说你干嘛？哎，真的很难喝吗？耶，我是 Luna。哈哈哈，好开心，抑制不住的，抑制不住的开心。他感觉被毒到了，感觉被毒到了的样子。其实还好，就是有点酸，但是有点恶心的酸。啊，对吧？乌龟，你不是喝过吗？我知道它不是这个味道耶。哦，还有很多颜色的，可能你喝的不是这个颜色。好难喝。还有其他的吗？哦，你这个看上去，这是什么？哇塞，这是药吧？是不是超难喝的？哦，这个看起来好吓人。这个叫什么？黑松沙土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我喝你那个，我现在有点头晕。不至于吧？真的，我现在有点头晕。啊，我要死了，要哭吧，亲亲才能起来。好难喝。你不用起来。太过分了！你听他跟我说什么了吗？怎么？跟可乐味道差不多。有味觉有问题。你也黑了吗？我这里光好。刚才有人说让我加在可乐里骗可乐你骗你喝。谁那么坏？你的粉丝。我的粉丝哪一个？你的粉丝哪一个？就这个，这个还有这个。真的吗？把它踢掉。我都看生气。可以往前吗？我们可以。好。我都拍不到。哎，你看。我在这里暗中观察，暗中观察。哎，你要角度摆好，不能拍到我们少女房间的秘密。少女房间我在充电，所以我摆不了。有还有没有架子？还有没有架子呢？有架子不？架子，我就是你的衣架子。我不要说奇怪的话。我现在镜头晃很黑，我手拿着。晚上好。一股洗脚水的味道，晚上好，喝过洗脚水，好像暴露了什么？是谁说的？你喝过洗脚水？真的，好可怕！他们说的。哎，我在库马里面露个脸，嘿，不要来挡我镜头。对不起啊，我手有点晃，我刚刚真的好坏啊，就不让我在端那露脸，怕给你露个眼睛。蛇草水，我觉得蛇草水真的比这个好很多，不拍它了。你看他不拍我，不拍他了，林楠踢出我的直播间，不是主播不开心了。这是我自己今天买的饮料，果汁。他们骗我喝了一个很难喝的东西，我生气了。乌龟好可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果汁吗？这个好难喝，这很好喝。没有吃夜宵。我喝。凉席加洗脚水的味道。你喝过凉席？嘛，你帮我，不要，我不要喝这个，这个看起来，这个包装就看起来很吓人。这个跟可乐味道很像啊，真的吗？这跟可乐味道很像啊，真的吗？你要喝这个吗？这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花蛇草水，看起来好像喝过一次，好像，很厉害啊，很像那一种，你这好爆高，那种什么？对，因为我在花露水的名字，像不像？嗯，这样就好。
你往后坐一点。这个好喝吗？他们说有可乐的味道。嘿，你压在我身上了，龟龟，我已经感受到你灵魂的重量，快起来，我的脚要断了。高考同一天，哎，好美啊！七号吗？不是八号，老卢好美啊！老卢，你谁老卢啊？起来，嗯，你老卢。我是，真的假的？而且我们三个还在同一个地方，不管了，你们都是修仙。草莓半脑浆冰淇淋，好开啦！他们说一口能成仙，但是我本来就是仙。我的妈！我们三个在自己说自己，好巧。你给我那么闻，怎么办？我今天有点亢奋，都是他们两个害。为什么要买这个啊？因为我之前说八万粉要喝的，八万粉要喝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你喝，你骗我喝什么？云南这个就是有可乐的味道，这个也是吗？我吸取了上次的经验。这是什么？嗯，怎么有股牙膏的味道？你看，你起牙膏。这个也是吗？尝尝啊！这个也是吗？对对对，它在冒气泡，你看，它在冒气泡，听到吗？瓦格斯好 ，OK， 我喝一下。喝吗？啤酒这是。挤了那个黑人牙膏在里面，这可以喝吗？可以喝，好喝，还好，还好吗？给我尝尝。哎，这个挺好喝的，真的啊！牛，乌龟也中了，我感觉好像不太好。这个表情真的不是平时想做能做出来的，太难了。好像还行。怎么会有这种饮料存在啊？东北吗？来，东北不知道怎么说的味道。哦，我第一次喝这个。谁跟我说好喝？还好，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喝。你试试这个，这个是那个黑人牙膏的味道。张鑫，这个是黑人牙膏的味道。张鑫在里面代言。张鑫出来，张鑫。新宝宝，新宝宝。不要吃。哪里好喝啊？这个有人说好喝哎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面包味，这哪里是面包味啊！天哪，这是什么？嗯，你买的真好。喝了一口牙膏，对吧？是牙膏味。对啊。嗯。刚刚你们谁用那个电动洗刷跟我的？这种饮料发明出来是为什么？哦。乌龟。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？这个是那种。这个是那种，那不是牙膏，这是牙膏。虎皮膏药的那种，是，但是这明明就是牙膏，是那种膏药贴身上那种膏药的味道啊，吗？是那种你身跌打损伤膏药的那种味道。对对对，这个是那种红枣味，你闻出来，哦，红枣味道，好难喝啊！天哪，闻到了吗？红枣味，嗯，那种红枣酸奶，红枣味，嗯，这个味道有点想吐，闻着，算了，不喝。好难喝，那个什么黑松沙土还可以，风油精味可乐，哦，是这个吗？哦，这个是那个虎皮膏，就那种膏药的味道。还有什么吗？虎皮膏药。让我来极限挑战。我因为我在那个网上看到好很吓人。黑松沙土，黑松沙土。哎，这是你们是不是有酒？感觉我有种喝了酒的感觉。哦，我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耳熟了，因为以前有个叫黑松的贴吧的人一直黑我。黑松的贴吧是什么？一个 ID 吧，好像是。好像松黑哦，松黑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感觉是白天。今天好像烧的厉害。是谁呀，啊？怎么大家都知道的样子？我 out 了吗？很厉害嘛。嗯。我开这个，我开这个，我开这个。我一直想见他一下。我这样讲是不是不太好，啊，给大佬递茶。哎，这什么？你就在这个时候才，你就在这个时候才觉得我是大佬了，这个人。他们还可以送出夜蝶是什么？夜蝶？夜蝶是什么？对啊，我不知道哎，送给我和库玛夜蝶吗？夜蝶，夜蝶是什么？林间香，哎不，啊那是。哎哎，别弄别弄。悄悄的，这是什么？就像青色，青色香。哇，哦，好酷，哦！好可爱。隔壁的香。他们说这个很好喝，我想试一下。我要记得把我的这个带走。怎么办？我要是试一下晕倒了怎么办？哇，真的夜蝶。朵朵请发卡喝过这个，但这个瓦格斯我没看到瓦格斯才飞过两个。我记得之前有那个我喝啦，那个我喝啦，比较好。
喝大林南。哎，不过为什么我又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？为什么我要喝这个？有人已经预言你下一句的话，难喝死定了。不要这样，妈妈，不要随便认爸爸好吗？我先闻一下。嗯，它还是透明的，看上去还好。格瓦斯不是瓦斯格，格瓦斯不是瓦格斯，我所以格瓦斯不是瓦格斯，是什么？格瓦斯啊，瓦什么绕口令？没感觉到什么味道，我的味蕾跟我的智商一样有点迟钝，不好意思。小傻鸡，你闷一口啊！喝醉了，舔什么？是男人就。我不是男人，男人酷吧酷吧酷吧，不是追。看的瓶子怪怪的，现在是不是很晚了？大家应该睡觉。嗯，会喝醉，真的会喝醉吗？酷吧，我还想看你喝醉。嘿嘿，很容易吧。酷吧的笑是，有一种要变化招。你这个是假货吧？我也不喝，我没感觉。真的吗？鼻塞，对，有一点。你这是假货，喝点这个吧，这个应该是真货。这个很像，这个哦，每一个都有一个好喝的。这个很像没有糖的雪碧加王老吉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你应该会可爱，老酷当然可爱了。老酷，乌龟阿姨别带他哭嘛，请叫我徐姨。什么林南的口味比较奇怪，哪里奇怪了？林南给我的备注是李哥。我真是醉了，李哥，不要说出来，我觉得挺酷的。然后给他改个备注叫林姐，李嫂，你不要吵。所以今天是谁说叫徐可以叫徐姨来？徐姨，吴彦文是吴妈。吴彦文说自己是吴妈。吴妈，他说改的不要叫我李哥。对，我之前把庆阳的我微信的那一个就是备注改成李哥，然后他后来。这里有个棒槌汉子，我说什么好吃，对吧？是，我之前也以为他是不要叫我李哥，然后我改成李哥以后，他发朋友圈，然后我一说出来，我说李哥是谁？吴妈是情深深雨蒙蒙里面，对，我是南妹，南妹，哦、好痛啊！那个他是李哥哥，李哥，我觉得还挺酷的，李哥哥，不要不理我，李哥哥，好可怕。吴妈那啥，吴妈那啥，男人哭吧哭吧哭吧，李哥哭啊！今天有点太兴奋，林南是男哥，之前会有李哥，之前男哥，男妹一个很土妹，为什么他是男妹，我是李哥？我觉得他是，我觉得李哥有点挺反差萌的，嗯，他没有变，他只是暴露本性了，什么？你在乱讲什么？之前许王一卓叫我韩哥，被我阻止。韩哥听起来还不错，是吗？对，哪像李哥，听上去我就我那都是很像出租车司机的感觉。鹿晗这样一个字，他们叫我直男哎。你喜欢什么？像个韩哥、龟哥。你不是直男吗？难道是弯的？鹿晗，我是林南。韩老大。你是直男，我是林南，韩哥，哎，韩哥听起来蛮帅，真的假的？对，那你叫我韩哥吧，韩婶，叫来玩啊，韩哥，王鹿角，你竟然喝的饮料，快来玩！王鹿角竟然不进我直播间，他居然进了你的，对呀，他最爱哭嘛，我知道，哭嘛是我的，这样子，好气哦，快来喝，超好喝，我感觉到饺子的区别对待，哦，我现在喝你那个好像感觉上啊。觉得 H 特别好喝，他是觉得 H 队长的白的都很腹黑，平时喝不到的饺子，我专门红色经典。我后面那个好像有那个出现了，对呀，有后，就是有那个气。你有听我说话？你卸妆的好看。你没听我说话？你说什么？南姐？我没有，不要叫我南姐，好气。叫我林妹妹。好，林妹妹。林妹妹。林妹妹，您说什么？哦，对。我今天的那个梗还没讲呢，就是那个《还珠格格》，不是在说如果你是皇帝的话要什么角色吗？皇帝，就是如果你是皇帝的话，我突然我想到了，但是我没有来得及讲，就是我想的是让 Luna 当香妃，然后
张馨演那个萌丹。张馨真的很适合演萌丹。你不觉得张馨演的时候感觉很像萌丹？给他围一个头巾。你怎么可以说张馨像萌丹？你也太坏了！你明明笑得很开心。没有。是不是？我下去一说，结果他们说你为什么刚不讲？他们你觉得阿星的表情包很像萌丹？阿星的表情包让我收藏一下。阿星好丑，觉得可以有心有灵犀。我总是喜欢收集你们的表情包。我突然捡到一个架子，牛嬷嬷。哎，我有架子了！耶！乌龟有架子，这是我的。我这个是我的，哦，这是你的，哦，这是你的。对，我们房间地上总是能发现宝物。告诉阿星的，嘘，哦不，他已经知道了。有人投诉我直播的时候总是不看你们说什么，自己在说，所以我看一下你们说什么。阿星还挺开心的，他说耶，我又有表情包了，解放双手是不是很爽？乌龟喝个这个吧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其实不难喝，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最好的吧，应该。这个有点雪碧加王老吉的味道。是我的味觉有问题吗？为什么没反应呢？它就是有气，那我那天喝到的是没有气的，可能已经哦，你可能那一种，你那一罐可能还放了三天。尝一尝啊！有那么难喝吗？没有啊，不舒服，我不敢喝。没有那么难喝，我都喝了。还相当于是忽悠我们？我没有，我真的觉得还好，闻不到味道。相对于说来算还好，但它的气很冲。啊！发生了什么？没那么难喝。我刚刚想说没那么难喝。是我的问题吗？我跟你讲，你是不是那个偶像节那天喝的？没有啊。我一般玩游戏是会赢的那一种。哎呀，真的不好喝。哎，你们有吸管吗？真的难喝吗？真的超难喝。你大喝一口。我干嘛要大喝一口？因为我听你说不难喝，我就大喝了一口。我刚刚你说不难喝，然后结果一喝，难喝。没有吸管吗？超难喝。没有吸管，我就不喝了。嗯，吸管没有。我觉得还好，没有那么难喝。周刊少女开始了，我知道啊。秒打脸！我刚说过好喝。生活过得很辛苦的话，可以喝一口这个。不管多难喝，冰镇一下都喝得下。太废了你们！别说你苏打了，真的太冲了，那个气好。为什么要折磨自己？世界上只有可乐是最好喝的。嗯，听到了吗？你家的主页已经直播。啊！我这个人，狡辩！我真的好可怕！我这个，这个不难喝，真的是吧？对，我刚喝了一大口。你问我妈，这个是我一年前的整人方法，你现在来整我？可好喝了，小子骗不了。这个不难喝，快来。这个我也整过，我之前是在淘宝上面买的套装，这个呢？还有什么东方树叶、格瓦斯？我是在淘宝上面买的套装，一年前我就整过人了。你们这些人，格瓦斯和瓦格斯，我们被嫌弃太 out 了。瓦格斯，小子来抢是你，因为你太土了。是你太妥吗？你还会被骗？来试试嘛！哦，他但是你骗我根本没有。有人说五种饮料放一起试试看。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到一起，然后看你们说，我来监控一下你。我们来玩吧，这样我们石头剪刀布谁输谁喝一口，谁把这一杯喝光了。不行，喝一口就可以了。不行，要喝一杯。樱桃味的可乐没有喝过。我们拿个那个吧。没有喝过。啊，空杯子。这上有空杯。给你看我腿上的大淤青。混合，你知道吗？其中一块。会爆炸，有毒。会不会当场毙命？我不要跟林丹石头剪刀。因为你会输吗？对，你们绝对会输。我也不要跟林楠输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点意思？你们好没意思啊，都不跟我玩。你看，不是我不喝，是他们不跟我玩。那我们来这样吧，就是先打好幺幺。喜欢百事还是可口？我们来接啊，接不上歌的就喝。我们不猜拳。不行，我猜拳。我都不怎么听歌的。不，我们不要。那我们来唱李歌。李清扬李哥，唱李哥，他们要欺负我了。哎呦，李清扬的情敌，这个，他们要欺负我。来吧，我们来对一局。不要，你们是你们擅长的，这样不公平。有什么不公平的？那我们来玩什么东西来输了的喝呢？七七，
你看我从库玛这里抢的，好可爱。但是我们的照片随便挑，真的、啊，照片随便挑。对呀，我搬好小板凳。你们说谁输了让饺子喝？谁？好好好，谁？你小心一点、哦、谁啊！小心一点，我这边容易拍到你的腿。啊，我输你。唱带数字的歌，唱带数字的。乖巧。三三点。哎，可以唱数字的歌。乖巧。乖巧。玩剪刀石头布。玩什么？我们要冲吗？这个。你们玩吧。来来来来来这个要。我累了。我要休息了，我不跟你们玩。小生能帮忙冲一下吗？我们来对，我来当裁判吧。抓阄子公平，我来当裁判吧。不要，不行，你要参与。不需要裁判，不需要。我感觉这种，我感觉这种事情是很注重人的，就是不人的信誉的。就是我啊，对啊，我大家注重人的信誉的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是，怎么了？笑什么？信用啊？等一下，你笑什么？突然崩掉。什么？没事。啊？华山医院今天晚上开门吗？不等一下喝死了之后可以过去洗个胃什么的，说不定还有救。等一下，我没有get到你们的笑点。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你接我的。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他在笑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林南开车的。我开什么车？林南刚开了一个大货车。我开什么车？啊？没事没事，来我们来倒饮料。那你们真的要混着喝吗？就是我们这样吧，我们来接歌，然后输了的就喝。你们发生什么了？为什么要输了林南？感觉他们都跟我讲。啊、这个东西不是买来整人的吗？你们是钱多了吗？是不想活了吗？是活腻了吗？我大概一年前说八万粉的时候要喝。那你喝、啊，那我们喝什么？啊，大家一起分享嘛。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个。谁要跟你们分享这个？不想喝这个。我不想喝这个。来嘛，我们来玩嘛，那样比较好。真是的，不好玩。不对，我不会唱。对不对，饺子？我只整人。我想，我先整过谁？哦，我以前整过绵羊的。我把这个石头整绵羊，绵羊喝了一口，没有喝过吗？他的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。这个我们上次有一个什么？你们都不勇敢。不是，我当时因为我当时还住二楼。你们都不勇敢。然后还有那个透明杯子。都没有我勇敢，我都能喝这个，你们都不敢。啊，以为是白水。不是，我告诉他们，我说就是一般的饮料。这个、然后刚好那我们好像排列，我当时还住到二楼、哦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很纯的住绵羊。然后绵羊就很相信我，拿着就去喝了，我就看他眼泪在他的眼眶里面打。我不如去坑别人嘛。嘿嘿。那我们怎么坑别人？我看你们在讲什么？会很傻的三三牌，因为我以前一年前我敢唱歌吗？我当然不敢了。啊，可以。那怎么去整？你就莫名其妙的过去，兔兔，我给你喝杯水，就说怎么勇敢的林南，请唱歌。林南不勇敢，你们来想个办法吧。嗯、林南好怂的。哎，你们。我闻一下，什么？好小心点！你看到我的眼泪了吗？看到了。他说的是五种混在一起。整一姐挺好的，一姐今天没直播吗？信源就这样远去了。我想试试看。这是所有的那些难喝的东西加一起，混合了吗？你们我全部都倒进去了。全喝了，还好。女神，你有毒吧？真的还好，没什么感觉呢。你看。你们有积木吗？真的还好，没有。一闻不行。大喝一口，一口吗？怎么办？大喝一口没有什么奖励给我，我觉得好亏。奖励你一个吻。奖励你两个，加油！谢谢，真的太感谢你们了。林南，嗯、啊，没有呼吸了啊！没有呼吸了，他居然还在喝。我没有觉得很难喝。你不觉得闻起来就很可怕吗？你是人吗？他是广东人，怪不得，我的天哪！我现在觉得我手上都有。我考虑帮你们一口闷了。来我考虑帮你们一口闷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女神，你好拼哦！我来了。那我是真的觉得不难喝。他们都以为你是福建了，现在。哦，都是你们害的。来了，这三个直播。见证奇迹的时候，
南哥厉害这是李哥，不行，你们要给我点勇气，掌声。脚哥，我要站在，快点，你们不给我掌声，我就守门的。快点，我要体会站在舞台中间的感觉。你能为了我的吻这么拼吗？我并没有啊，你要给我吻算了。不要爱拼酱，爱拼酱。喝啦。我听到了咕噜咕噜的声音，我开始反胃了。哇，这时候应该想起一首歌，《吉西里》。再来一遍。气氛够大呀，真的不难喝。真的不难喝，为什么会觉得难喝呢？爱拼酱果然真的不难喝，爱拼酱很拼，不是很拼，是真的不难喝。再来一杯吧。那我们要去，我们来去。是我的味觉比较迟钝吗？我给那个吴彦文发个那个微信，我的平板上。有那么难喝吗？没有难喝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味道还可以。饺子放弃了，闭嘴。为什么我都喝了，你们还要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要摇起来？哦，真的觉得不好，不，真的觉得不难喝，还可以。那个达到了，完蛋了。嗯，他们今天都说我很奇怪，是我的问题吗？整阿星吧，你这个是假货吧？很难喝，你觉得？我们都不难喝啊，我觉得还挺好喝的。女神有毒，女神有毒有毒。哎呀，你这是假货吧？你是假的吧？你是假的吧？假铃男，假铃男。我干嘛来着？嗯？啊！摇头。你在摇给他发语音呢？真的不难喝，你们可以去试一下。没有什么人过 ，Party Girl。然后我们一起叫吗？对，因为网上不是说那一个什么味道很吓人。但是其实五种混起来还挺好喝的，比单喝好喝。跟你们分享一下 ，report 一下。他们两个疯掉了。就是那个小分队的歌啊。没有，真的不难喝，我感觉挺小清新的味道。你喝多了。他们就平常就是这个， oh! 平常都是这个状态，不用 care 他们。真的真的是这种小清新的味道，感觉像是，给你们形容一下口感，就是酥酥的，然后感觉像是夏天可以喝的。不知道燕文会不会来？你家干什么？发了语音叫他过来。可以，大家可以去试一下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那是有气。我现在我觉得我胃，我们放我们的歌，我们可以坐着跳。I hate you， 哈哈。你疯了吗 ？I hate you， 哈哈。好喝吗？他们说我喝傻了，我没有哦。来，我是那个镜子，我是镜子。哦，新进来好多人。跟你讲，我刚喝了五种饮料混起来。喵喵，快来快来，喵喵。喵。真的酥酥的，就是在舌头上面。你想喝哪一个？嗨悠悠。你想喝哪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这些东西你想喝哪一个？有百花蛇和水。我喝过那个百花蛇。有格瓦斯。老婆，你喝了吗？我喝了五种混起来了。混合的全部喝了一遍，混合在一起，那个味道我一闻，我眼泪就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居然喝完了。我觉得挺好喝的，真的，我觉得挺好喝的。这是我煎罗森买的，我以为也是这个。为什么觉得难喝呢？这是里面，快尖叫吧！为什么答应了？这个他们很善良啊！这个红色太低了，这个怎么了？阿宝色懂懂。阿宝，你有现在自带阿宝色滤镜？你好直哦！你好直哦！好笑，吓人。嘴上的油吗？对，不舍得，不舍得，就是扼杀小朋友的幻想。我还要，我变 ，I hate you， 嘘哈，啊，可以，
手腕怎么轻了？好像排练的时候弄轻了。唱一首《爱恨》。摇起来你们。好可怕！好可怕！直播吗？对。好可怕！我本来在直播啊，他们说他们找我，我就过来。哎，我的刘海！哦，拍到了。拍到什么？哦，不能拍到后面，不能拍到后面哦。你把那个凹过来一点。我往这边移一点点。没有想拍到的后面。不可能，真的不难说。真的不难说。真的不难说。我们来配合双人舞吧。我什么都不怕，嘘哈，嘘哈，你好搞笑他们，你有病吧？嘘哈，没有没有没有唱歌。小金第二次说我有病，我没有说今天要跳表演结束之后什么时候唱。徐寒疯了，徐寒已经疯了。你现在需要一个那种，就是那种乡村飞主流的那种七彩灯，七彩灯照你的脸上，啾啾啾的那种。掉的美，亮点变我。嗯。我喝了，好难喝，喝喝一个吧。我刚刚已经喝过了，我的表情扭曲到那种。这个是什么味道？晚上好。可以试试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夹着我的鼻子。我感觉我喝了你那么，我这痛死你那么闻一下吗？闻一下。饺子。跟别人的表情。你要闻一下。好可爱。好像一个，好像一个动画片里面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最正常。这个还挺好喝的，有些人会觉得好喝。他们疯了。我真的没觉得很难喝。现在请你关掉，不用麻烦了。每次看到你，我就想逃。你太多抱怨，我这里的脆弱，自甘堕落。你不是我想要的城堡。我已经说了多少个人？从不撒娇，不需要依靠。我的字典里面没有他好。I hate you, boy。有毒。哈哈哈哈！不对。他说我们四人小，我说的是小流氓。我们是什么小流氓？是五个人，我们是大流氓。对啊，五个人，还有我。神经病！神经病啊！只有我们三个是主播吗？你要睡的赶紧睡了。来，冲拿起你的饮料。我们的 party 开始了。我感觉真的，我感觉喝了以后有点兴奋。拿起你们的假酒，我们的 party 开始了。是饮料的原因，我觉得喝了以后有点清醒。其实我本来已经想要睡觉了。他们说这个是真的味道，是吗？拿起你们的假酒，让我喝一口奶。它是饮料吧？这是饮料吧？对啊。哎呀，对，它是饮料。你上来一模一身，好臭啊！给你们看，变身刺客。你去徐寒房间吧。不了不了不了。去哈。你去徐寒。三个人怎么搞了半天你们都在一起。对的没有错。刺客。那咪咪你怕上镜吗？我没事。嗯。那我往这边。但是我们待会儿。用流量不会挡住。哎呦头发真的。坐姿这边的，不要给你露脸。笑完全一把刀，嘴角的冷傲，他丝毫不知道。他们疯了。哦，王角，长成了鹿角。谁能就刘海？警告，世界很脏。这个是世界很糟，还是世界很脏啊？太是了，很糟。世界很脏了。库玛总是想跟我跳这一首。等不了，还看不到坚持的拳头，不是我的骄傲。
你们俩假装这边坐一点，对，你们俩把后面挡住，过来了。我平时都，你居然像你没有穿衣服一样，我穿了。我他疯了，我现在疯了。乌龟那边有饺子，哎呦，我嘴巴上真的好沉哦。可不可以再放一次？真的，你要？你在什么？你放吧。嗯，来跟我分吧，没什么味道了。可以再放 Girl Crush 吗？我要一个。来 Crush。妈妈，你有没有什么外套之类的？外套有。嗯，都在床上，衣服全放起来，像没有。我衣服全都在这个被子里。我的 Girl Crush 开始了，我要表演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徐寒 solo。你这么多人没有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！下次我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 ！Party girl， 记忆。哈哈哈哈哈！徐寒疯了，徐寒疯了。不要听他的，完了，华晨宇还穿着本吗？他把他送进去吧。我们把乌龟送到华晨宇了吗？那个饮料是没有酒精的。他是什么？吴总，他们传说都是最可怕的。天哪！给我传烂了，传烂了。吓得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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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Boom！ 你应该跳起来，乌龟。Crash！ Boom！ 他们都疯了。所以你在 Boom！ 他们都疯了的时候，你在凹上去吗？你听了。太小声了，这已经是最大声音了。还有点嗨啊！这真的会喝醉吗？他们说会喝醉，但是应该。应该不是，因为你今天下班就一直是这个样子。下班，下班。吴妈给我们下班。你夹子借我一下吧，夹子。这首歌好酷啊！嗯，我不喜欢风。我很保守的。来来来，喜欢我们乌龟的乌龟七六六，喜欢乌龟的女主播的请双击六六六，樱花雨走一波。可怕！保时捷车队，哎、真哇，真的有花啊！好厉害！哎，大家双击六六六啊！喜欢我们乌龟主播的，啊，还有你说的那个动作，哇！吓人啊！不行啊！我喝了什么饮料？我喝了你不敢喝的饮料。让许寒自己收一下，快！小辫子，我没有什么如果。他们都被我吓到了。别太凶！我知道你平常都是这样的。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不是这样。我好淑女，徐寒完全看不到你们身上。来了来了来，这个动作来了，这个动作来了，这个地方快快快！哇哇！哇太可怕了！好猛啊！完了吗？不！王哥管不了，拍到往后掉，王哥管不了，不，我已经管不了他们，但我也没有管过他们。你为什么笑得发出了猪叫？他笑到猪叫，他在后面发出了猪叫声。他在后面发出了猪叫声。徐寒笑到猪叫。徐寒已经失去了自我。想给大家看看这一只，会看到我们很乱的房间。我绝对看不乱，不要这样。徐寒来镜头前表现一下你传说中立即笑到猪叫。来来来来来来。还有香菇，香菇，难受香菇，让你快猪叫，打了徐寒的屁股，快笑到猪叫，快你会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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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真的喝格瓦斯喝醉了。不该让你喝格瓦斯。这个是有酒精的吗？这个是有酒精吗？没有吧。面包发酵饮料啊。对啊。这不是饮料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能量饮料吧？不是吧？好可怕，是吗今天太我觉得我是不是都混着喝，喝的喝一起摇坏了，我都闷了全部都不一样。徐阿姨在困难的那个镜头前了，他们说你瓦斯中毒了。瓦斯中毒没歌了。书成说吗？现在还是什么？总没问题，换个喝呀，疯。小波出汗。砸酒块。他说我们在两个世界，是我太冷淡了吗？露娜完全置身事外。啊，我喜欢这首。完美犯罪。别问我是谁。快跑吧。阿星来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！有的你好瘦，念自己，念自己，念左手，左手，我这是右手，左手。我学不会，随便过一瞬间。天哪，徐汉别走了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哦，我喜欢这一首，好帅啊！好可怕的徐涵！来了，大家双击666啊！我的美女是吧？要抓我吗？我抓你吧！快跑吧！快跑吧！快跑吧！喵没电了，乌龟。是啊，喵没电了，插上电吧。嗯，没有电，我给你放电。我有电了，没有手机。我有电了。张慧婷在瞪我。张慧婷在瞪我。我跟你讲，他瞪我。你不要给我充电，你充电我更吓人。有的你好凶，居然凶我！该咋办呀？气气！因为我跟徐涵说，我放电给你。看你手，头上有徐涵那两个手在打赤脚，疯子！怎么办？乌龟，这个充了电就没办法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谁又来一个？叉叉，快来喝饮料！叉叉，快来喝饮料！没事儿，我也没化妆。张叉叉，叉叉来喝饮料！叉叉来喝饮料！叉叉来喝！啊，这怎么跳？对对对对对，在那边拍不到你，拍不到你，拍不到。啊！哇！没嗯，我以为你那样倒。在哪里？在那边。怎么办？你为什么大半夜戴个口罩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可疑。我知道，我猜测你。哇，你跟我同款声音。真的？对。谁演的呢？我感觉盗版的。超可爱。就在地上，你找找吧。快跑吧！别问我是谁。你刚才干嘛？我刚才干嘛？不能暴露。我给你找。怎么办？你的手机放不好了，霸占他的直播间。大家好，我是库玛的室友林然。我的背影是发。超超的霸占他的直播间，但是就是大笨蛋。不好，我减肥大。我减肥大。好机智啊你！
塑身饮料，能瘦多少斤？最笨的就是秦打人。啊啊，好痛好痛！压到我脚趾。悄悄看到我女神啊！什么啊？不要勾引我的粉丝。并没有。我要跟他们打招呼。打招呼。我被林楠的美颜给迷惑了哟。好吧，既然你说我是美颜，我就回到我自己的直播间。叉叉，你尝尝吧，送给你。叉叉，好喝。这杯好热闹。拿去吧。真的吗？我想去泡澡。对对对，好喝吗？好喝。真的好喝。真的真的。太贵了。喝喝一口。我操！哈哈哈哈哈！快尝一口，叉叉。腐烂的尸体的味道。我刚才喝了五种饮料，哎，你跟我说有腐烂尸体的味道。弄得我的口味很奇怪，我不是。喝着还可以。我要进林楠的镜头真的好难啊！对呀、啊。喝着还可以，喝着就没有腐烂的地瓜皮的味道，但闻着就很奇怪。喝着也不好。不要了，我好痒啊！拜拜拜拜。乌龟，你这个手机充电怎么越充越少啊？可能我不太习惯它的充电器吧。天。他才7%了，真的吗？他们是要转推了，真的吗？大家好，我叫林楠。气哟！他说你在后面像一条幸运的海带。别再说我坏话，是我笨。没有啊，没有。呼呼。原来家。来，他说现在没有人也在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露娜林楠。哎，你们可以玩那个，就每次最喜欢的东西是啊，拿东西的。你们呀，偷拍的。受不了，林楠你这么油腻。你在干嘛？他刚才居然说他喜欢的东西是你们。哎呀，不行，这也跳不了。好油腻，油腻我。我感觉你们，我们就很舒服了，油腻我一下。不要拆解。你这个饮料，为什么真的好像有点清醒？没喝酒，真的有点清醒。清醒。对，就是醒了，还是你们唱的我醒。今天吃的东西应该消耗的差不多了吧？就出坑的人还来发你们弹幕，转车的人来发你们弹幕。他们说饮料起作用了。去掉。去掉饮料，去掉。给你们看，刺客。呼呼，就让我。小孩在我脑袋顶上，好可怕呀！你一边跳一边把你的这个笑，好像那种中国娃娃。我他们说我是什么？他们说我是头牌。头牌。你怎么吸不出去了？这可，你要把谁移出？把我一出门倒了，我也倒。你知道你要倒了，因为我也要倒了。完了，我今天好像看到了这个，我忘了拿回来了。你都拿回来了吗？我拿了我的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剩下的都在剧场，他们会一点多了。是不是很晚 ？Loving you， 恭喜李清扬专业考试成功。哦。You never know。没过什么，这就是我黑夜的人生画风。快，你奶奶，我需要转车了，快来表单。好可怕，竟然好吓人。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梦了一个梦，然后我哭着醒来了。什么梦？真的吗，老婆？不要哭，在我怀里。就是那个，我昨天梦到我去参加一个选秀，然后那个女评委她把我给刷下来了，然后我就很委屈。哦、那是很正常的。我就放屁啊！然后我就跟她，我就问她说：“为什么你把我刷下来了？”她说：“你的眼睛长得太圆了，太像铁甲小宝了，所以我不想要。”铁甲小宝是什么年代？我真的好气啊！你说我们一起，对，真的莫名其妙。片头是什么样子？乌龟来，你在我们这里，在我们这里。打扰了你。就是那个亲情队长的那一个，就把我刷下来了，跟我说因为你长得，你眼睛太圆了，很像个铁甲小宝。好可怕、啊！
前后左右左右我就是只看过一就是只是瞄过啊，你们在放我的歌吗？对对，超好看吗？有多难看，那个踢一下腿就已经到了。嗯，不是暴露年龄，我是别人给我看的，然后我才知道铁甲小宝。我除了那个铁甲小宝，我还知道蜻蜓队长。来了来了来了！直播多久了？把我给全部都驱赶，滚！你为什么比我还嗨？其实没有看过。小魔女学员好像有在 B 站上看的，新番吗？太久没有看，新番我看到那个巨人，他有腿的动作。我每次汪汪来了，汪汪来了，汪汪来了。我每次做这个腿的动作，他都不拍我新番。看看，你们好坏，你们什么呀？谁 ？H 对沈汪峰。我每次就觉得他这个看看。可以考虑看看。没有，我真的没看过，好吗？是别人给我的。这是什么？他们说我看过铁甲小宝，但是他其实不是在我跟我一个年代的。我看过铁甲小宝，对吧？你也会知道，知道我也看过。这个、还有谁？蜻蜓队长，对吧？就知道这两个。最后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，你是不是吴彦文的小号？居然问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你们确定明天星期天能不能开吗？星期天不准时吧？那明天不准时，后天星期。好文学常识，对啊，只想开心的玩一会儿。哎，我觉得我这首歌好帅，每次我跳这首歌都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帅的人。说实话。说实话，前太久了，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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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梦什么？你说什么帅？我说我每次敲这首歌，就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帅的人。为什么你沉默了，乌龟？因为我觉得你的帅是一种妩媚的帅，妩媚，但也是很帅。你们居然切掉了我的歌，对，下一首，我的音源都是来自于饺子的粉丝。啊，我有种预感。多好听啊 ！Follow me。有病吧？其实我今天第三次说你有病了，要了学习耶。这次说我有病，是什么耶？卡布达乌龟有病耶，说有病你说要耶，有病要好苦啊，他们在考我问题。我只想好好玩一会儿，他们在考我问题，太过分了。那我们今天的发型很适合的爽吗？考问你的近年。你先过来摇开立德，那我这边有日常真的会塌，粉丝结构不懂装懂，不懂装懂，害得我头发炸成山。你怎么不炸呢？你也炸起来。后面海报是谁？酷妈，你后面海报是谁？你后面有海报吗？这是你亲阳自己，不是我，这是我，酷妈床头贴着我。我们这样会不会太嗨太晚了？想把你露蜜，想把你的心收入口袋操作，编织成功，惊你一袖花雪纵容，就让你日光爱上我，爱上我。哎，我好喜欢这个动作。美观中送你我最温柔的拥抱。是他，被王查房了。我妈问我为什么点头看直播，被王起来跳了。刺客，关门放狗，喜羊羊，汪汪。李青阳。
这是你唱的吗？对啊对啊对啊。关门放狗。不是关门放狗是珍妮。哦。然后下一句就是我。下一句是他的，就是关门放狗亲养狗。亲养狗。亲养。翻天向上嘛，带狗。是我安妮头发放浪蜜，竟然关掉了。为什么每次在我开始要唱的时候你就切歌？再放下一首。那我们关不掉吧。完了你们就爱死的。你在说什么？你那个爱死的是吗？不要嘛，关不掉我。要啥？这样我就嗨不起来了。我们两个是镜子，你可以来。哇，你好性感啊！快扭起来，徐涵。不行了，我害羞。哎呦，我踢我！你这个是你会害羞啊？这又是你的害羞吗？这个是你的害羞吗？我有坏话的意思吗？我没有。看一下，我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不太想来听这首歌。老铁双，哇！我有点喜欢这首歌，太精彩了，这个。怎么办？他们的直播太精彩，显得我的直播太平淡。觉得输了。只觉得你讨好。关不掉，关得掉，对你的愤怒在燃烧。关得掉，看你的焦躁，不要我说啊！爱拉紧抱，不行，我要我是淑女来的，我是淑女来的，我不能这样。我还给你带，这个是有很难的舞吗？我也想，真的，我是淑女的。徐涵真的太害羞了，像不要被别人看到。徐涵，这首歌是我叫你徐涵。他问说，我们那边是不是有个华山百北院？对，我们这边有个华山医院。等一下，你神的脚。等一下完了，我们就把乌龟送去医院的精神科，让他看一下。失眠症太残忍了。脸会被淹没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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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们这边会被举报吗？不要这样，我这个感觉警察会来。啊！笑死我了！我要笑死我眼泪都出来了。今晚要收拾行李。你要背起行囊吗？背起行囊。背起行囊。你就拥有了全世界。天哪！好油，这是什么？这很少啊，这不是钱吗？原来是我在数钱。哎，你要背？还没有心动呢，徐涵不要停下，对，不行，挡一下，别挡，你继续。天哪，徐涵在这里，我是睡不着的。关得掉，被你的愤怒在燃烧。我才不油不腻呢，我说的话都是发自真心的好吗？因为兔马太，哦，这个兔马太可爱。他说，哎，他紧绷，这个表达方式也太直白了。我觉得关不掉这首歌很性感。嗯，因为兔马太可爱了，所以总是不经意的想对他油腻。我笑起来，你就是很油腻。我没有很油腻，好吗？我平常很冷淡的，我只有对喜欢的人才会油腻。谢谢大家。哇呀，来吧。嗯，应该喜欢我，你有？是吗？应该喜欢我。随便吧。随便吧，你又失去了你一个。他在瞪我。在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什么时候就已经结婚了？结婚？对呀。结了吗？哇！这个人说亲娘比我可爱，我要把他给踢开，我要把他踢掉。这是我的直播间，只能说我可爱。
啊，我很喜欢这首歌。三个直播三个，我在挠哭马的背。每次跳这首歌的前奏，我都觉得我很像少林寺。我要说了，接下去他们以为我是谐星，我要当歌手。春天就是什么，就是没事，年轻所以无敌，对不对？我想当一个正统的唱歌的人。暗中观察，我不想要靠我的幽默才华，暗中观察看他的观众。暗中观察，嗯。S 一定是什么奖？快夸吗？什么奖？唐仔。给完，你看我给你们自动的弄了个表情包了。我手机要没电了，就直播到没电嘛，跟昨天一样。喜欢那双吉祥语。不知道怎么放呀、啊。还有1%，还是二左右。真的、啊，踢出来以后就不能再进来了吗？别问昨天。能问你什么时候中考？哎，我的小学毕业考还没考。你什么时候小升初啊？嗯，好难哦，六年级的卷子，像我这种五年级的都不会写。我知道哎，我以为踢出去了还可以再进来。不行，我这样踢出来就不能进来了吗？嗯，不能了。我都叫出来了，小在里面。Yes, yes. No no 啊、oh, no no 一首《天天向上》送给我。Yes yes。为什么送我《天天向上》？干嘛？啊！快到我的分寸了。我感觉到我的床在震，来，我要在抖，你们动了震。今天也不就是学渣。我觉得每次因为老师说让我们这里表现的很，我要跪下去，很忧愁，对不对？对，嗯、每次都很奇怪、嗯，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我每次都看到你在我前面，我这里都是用来喘气的。你这样埋着头不动吗？对吧？真的吗？老师不是说要动吗？然后就要说动什么？真的吗？就前面那个，我们昨天我们要蹲一下嘛，就是要动的，要动的。对啊，我要动啊，然后我就动的，不知道。别，我昨天我很喜欢这个动作，我觉得这个动作好好发泄哦。精神是不好。我觉得最后的也很帅。好热。噔噔噔！魔法少女。我的好热。对于队友没有吃药，我有什么想法？哦，我今天没有跟他们发药。发药？什么药？他说你们都没吃药。啊、吃药翘，这样子。吃藕臭，吃肉臭，吃肉臭，吃藕臭。给你们看。你说我们一直这样进行，等一下，这个是刺客。因为卡住了。嗯，给我，这个是忍者神龟。我好热了，乌龟过来玩。哇，我不想去，要动，我们在假装卡住。那你不能眨眼睛。你要拜拜了吗？不是有的人要真叫我吃药啊、我好热，我都跳出汗。真的吗？嗯，你好热。你会让我更热吗？没有啊，又要来了。没有，我干嘛了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你长得好长，我头发。是你的眼神已经，我的眼。你的眼神出卖我的。不会唱。看。不要玩了。我的眼泪就要出来了。哦、眼泪。乌龟小朋友。眼泪一时。我的伤的成长的滋味哦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、啊、我在改变寂寞的想起了去年拉票那个是不小心说出来的我也
太紧张了，不知道说什么，然后就说出了一句很不得了的话，然后就被人嘲笑至今。我的大应该觉得我疯掉。怎么还没有没电啊？还剩下一条线。关掉了这件事实，关掉了自己疯，不给他们看，太疯狂了。给你们看点什么呢？哎，加这个。我现在一点半了，对啊，一点半了，天哪！一点半居然还有那么多人醒着，所以你们平常跟我说的晚安都是骗人的咯。拜拜，为什么骗我？好，你们先去吧。头发Mio的最后一天，拜拜。Mio要拆头发。啊，你要拆了吗？对啊。为什么拆掉？发现在他肩膀上面了。拆掉好可惜哦，我喜欢你长头发。还不错哎，他这头发已经有这么长了。那还是很短，但是他接头发很难受啊，怎么他会对他很难受。我每次戴帽子的时候感觉，哎，你们都没睡，你们都骗我睡了。我满头的，嗯，有人说出坑嘞，是的，又有在唱歌了，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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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剪了，剪了那么多头发，今天辛苦了，这个号不也挺好的吗？对的，吹双马尾。那个姐姐绑，那个发型姐姐帮我绑了很紧。直播间当自己的用，挺好的。所以，老板，还给你了哈。啊，要两个手机。老铁，我要用我的身体挡住直播。给乌龟双击666。拜拜，老铁。你看，库玛是我的靠山。嗯，那个啥了，拔不过来了。哈哈哈。那我就不那个啥。很坚实的臂膀。晚安，晚安。别把裤子脱了。拜拜。现在拆掉会炸，应该好了。小心、哦、我房间很局势很严峻，很紧张。我用我的。很久都见不到我了，哭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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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不到。哭嘛不算女神的小弟吗？你是他们说你是我的小弟，他们已经确定你的性别，是吧，李哥？我李哥怎么会是你的小弟呢？我是他大哥。我是你的男妹妹，我是你的林妹妹，你是我的直男。忘记数鸭子，那我数一个鸭子我就关掉了。晚安。关不掉，我现在数三个鸭子。照片我会拿的。阿克什么？害怕。拜拜。出汗了，好热哦。太油腻了。但是上学就不想化妆啦，不知道会不会放那种半天假什么的。那我上了，开始那个了，开始抽奖了。我现在也睡不着。我们可以关完直播继续嗨呀。我想吃东西。你要吃什么？哦，我突然我有蛋糕，还有牛奶，还有。拜拜，真的关了。还有一个饭团。你是最后吃饭团。好，阿星给我。刚好可以。好，门前大桥下，路过一群鸭。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，驾着帆船去冲浪，恭喜你哦！现在没有火。